我感觉呼吸不过来了，我想要救护车。你还能动吗？你快去把门窗打开，是不是煤气中毒了？我现在动不了了。你是租房吗？能讲出你的名字或者是房东的名字吗？我现在意识很混乱，头很疼，什么都记不清了。女士，您仔细想想，观察下房间，尽可能给我们有用的信息，帮助我们找到你。门上有猫吗？门上有着猫咪的贴画，好的，我们会留意。楼下的猫猫要挨饿了。楼下有猫咪救助区。兔子玩偶晒了好久了。阳台能够看到很大的玩偶。李梅，要给李梅交房租。好的，我们会留意叫李梅的人的。好多树啊。阳台能够看到树，说明楼层应该在二到三楼。我是租房的。好的，我们在排查时会优先找租房的住户。晚上要去坤坤的演唱会。附近近期有坤坤的演唱会。我们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线索，我们马上就要找上门了，请再坚持一下，